Oh my！ 今天我们不玩电脑，我们玩，我们玩什么？你就可以坐中立车站了。坐中立车站我不会坐。哎、欸，中立不是在桃园吗？对啊，中立在桃园。没有，中立是桃园的。哦，中立是桃园的。对对对。你好像出来了。对啊，出来了。我把你打。不要，不懂。等下把它摔坏。太近。十楼。十一楼。十一。你去过他家？没有。十七楼。上面写。好，我们现在在我朋友家哦，因为我家没 PS4， 所以只好在这边。穷逼。我没。好，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打那个 PS4， 来朋友家打 PS4 系列。好凄凉的感觉，它有三个萤幕，它三个萤幕冲它小，眼睛那么小，可以啊。开打 R6， 开打 R6。呀。这个杀人器装得挺，你房间会装杀人器哦、喔？哎、啊，这样子可能打游戏打到一半，电脑冒烟，你就他妈直接被淋到哎、欸！天降甘霖，我不是家里住地下室的。天降甘霖，我不是家里住地下室的。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然后我看第一关就知道多难。好，不要吵架，完了。你的手应该会长出。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那就好。最后一个新进人员叫我顽皮哦、喔。这是田地，然后这个是那个移动，然后这个是。然后没有那个好好刀，我自己摸索算了。好好好，讲有个。哦哦哦哦哦！手换弹，怎么换弹？哦，好快！我像是我玩起来像个残障。对，好，我先确认一下，我把你原来喝完。我想说这个是前进。哎、欸、哎、欸，左边有人，左边有人。我换单发算了。你在干嘛？来，梦想来走。耶！刚差点打到屏幕。我操控你的手，操控他。尊贵的时间到了，对，你也会撞哦。结果他们。Meanwhile， 哎呦呦呦呦呦呦！左翼左翼，刀塔刀塔！有事！哦哦哦哦！为什么这边红色？你长大了。遥感生气啊！对，遥感说你太废了，我不吸人入骨面了。干你！我刚刚把这看成人，我想说，哎、欸。怪他的枪怎么短短的？我生气了，外面没有人，人都在里面。好，走。好，有了。嗯。黑黑的是什么东西啊？哦，这个哦，哦，这个就是 WD Black P50 NVMe SSD 的 1TB 啊！来了来了，这个发明可厉害了 ！WD Black P50 游戏硬碟呢，它的外形很明显就是专门为电竞玩家所设计的铝合金上盖，不仅提高视觉质感，更能提供被动式散热，让你散热效果更好。像是你平常打 game 的时候，突然要去吃饭，又舍不得把 PS4 关掉，担心硬碟可能会运转而导致过热，这个时候被动散热就派上了用场。OK， 在我这么完美的解说之下，你一定想点掉这个广告，对不对？没有，你休想。至于传输方面呢 ，PC、PS4 与 Xbox 的储存容量速度。这个说出来吓死你啊！储存容量速度竟然高达每秒2000MB！ 哦，我的天哪、啊，
真的非常的快。那 WD Black P50 游戏硬碟也是在业界当中首次导入 USB Super Speed 界面的 SSD， 是行内最快的传输界面，最高可达每秒 1980MB， 太快了太快了，这个传输速度堪称是子弹列车了吧，我的天啊。这个游戏硬碟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像是对于 PS4 玩家来说，时常存档游戏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那这次 Western Digital 就针对了 P50 做了容量上的升级，最高空间支援到了 2TB， 能将 PS4 的多款游戏轻松带着走。那这次我去朋友家也是将很多的大作游戏存在我这个 P50 当中，这个容量是非常非常够用，你甚至就是可以直接将游戏下载到 P50。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少 PS4 运行的负担。最后到了保护的部分，那在我以往介绍 Western Digital 的产品的时候，保护方面一定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这次 Western Digital 提供了5年有限保护，可以让你硬碟的寿命长长久久。我请问你，我在这游戏有获得什么成就感吗？还是你可以拿走这个？他看起来没差，不行。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Mega 在现在来瞄准你了。我现在摄影机要学你。跟你讲，但是我这边在动了，你知道吗？你们要不要看白金选手的实力？等一下，不要吵。真没有动啊！你看，我腰杆是坏掉。看这个啦，感动。这是乌蚁吗？摇一下它就，哎，哦，跳起来！哦，四 D 四 D 四 D 启动了。好，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我看到一个人，我先扫描一下。不是往下。跳一下，等一下，哦，哦，对，哎，啊，闪光了，呵，超小，砰，哎，真的死掉？为什么？他被炸死了，生气飞仙哦，我靠近，砰，你是飞仙是不是？我好不容易。